在第二日甲试落，爱就开始锁信啊，啊就会一二三四，拢三十几台全台湾电台拢帮你吹出来。以后你要听前面后退安尼就好，啊再长按大声，哦啊长按小声，短按就跳一个电台安尼。好兼有中低音，你甲看有影水无？啊，你甲切一个吼，有无？啊，第几台？哦，电台就是安尼九九点一，哦，啊，搁过来这台是九五九九点五，哦，啊，这台嘞九九九。啊，你若不爱听这個，唔通听嘞，收机这天线收起要吐着目睭，你会当听随身碟。听这条，甲切一个。哦，啊，若要搁听，听多一条，搁切一个倒转来。啊，第二个搁切一个。啊，搁想要听，听多一条，搁切过。哦，安尼足紧就会歹啊啦吼，你著一直甲切掉，切足紧，你著去按键落去创动歹啊，你知无？你第当个来甲买一个新的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无头家会倒呢，你敢知影？茫用伤久，你知影无？有影一只切断用咧，无人用，袂歹，你敢知影？是毋是安尼？我甲摕一只断啊，方便啊，随身碟插遮，哦，随身碟插遮，记忆卡插遮，恁家电脑内要接插站即空，第二空下底这是要充电的空，上下底空是要充电，插唔到袂烧啦吼。电脑、手机啊、随身碟、记忆卡、MP3、MP4、DVD、VCD、光碟机，所有的物件拢会当接，因为这俩就是中低音炮，碎念吼，方便速电吼。你要听收音机充一道电，听三点钟，哦，啊，若两道的时阵吼。你若买两粒电池，就六点钟啊。哦，啊，但是你若要听随身碟的时阵吼，这启动这电压较重，这就无法度听遮久啊。我犹毋捌甲试过，我上界悬甲听到一点钟，伊还袂无电。哦，啊，伊会当冻偌久，我都毋知。但是电池的寿命吼，会慢慢啊减少去安尼吼，后背就无同我讲的安尼啦吼。拢总唔对，总颜色你要跟对一些人后边。